转也比较强。反手相持，还是反手相持，给到中路护正手，哇，王一迪这个反手，非常有能力去突破主力层的。哎呦，漂亮！好球，还是在左。正手的一个爆。好球。擦网之后快速的二次启动。好球，回合并不多。打一个发球抢攻，就是进入到多拍相持，所以他率先变接发球，11-5，王一迪单的第四名啊，其实能在全运会这样级别的赛事当中，乒乓球这个项目大，推挑中路，推挑一个反手，接发球快，还是给，开始反手相持，王一迪想勾一个正手短，漂亮。这种习惯的出手线路都相当的熟悉，漂亮啊！李隼知道苦啊，他已经非常非常的努力了，而且呢，他的这个体能的训练量其实也比较大。5-9，王一迪主动上手，两个人又是反手相持。主动变正手，
一日双赛啊，今天上午是和梁靖昆搭档打了七局的这个削球的混双。换到正手半台来发，哎，勾一个正手短，漂亮。还是勾正手短，回摆。还是反手的。漂亮漂亮，一个半出台，哎呦，正手刺，嘿呦，发了很转。教练漂亮啊，半还是反手相持，孙颖莎发球，还是发正手短，哎呀，这个球平手，这是个幸运球，还是左半台反手的相持，两个人连续对住，漂亮，控短之。还是换到正手半台来发，两人正手相持，对点啊，打阵地战，两个人可以说是伯仲之间，还是会来勾这个正手短，漂亮。直接偷长球，我是反手相持变正手，还是来发这个勾手，继续的勾正手短，哎，这个球哎，同样也是去，漂亮啊，这一分还是发正手短，王一迪第一个接拧，漂亮啊，发正手短之后反手，局目前孙颖莎是3-2领先。那单打当中总积分第一的 U18 的运动员和总积分前两名的 U 直通休斯顿世乒赛的资格。哇，漂亮，两个人打攻防转换啊，各推到中路关键局啊，拿下第五局之后，孙颖莎带着这个第五局胜利的气，这是发勾手，好球，这孙颖莎的正手去突破，
漂亮，还是坚持。哎，来发勾手，漂亮。哎，好球。哎呦，进。这样11-6，4-2，孙颖莎淘汰了王艺迪。